2013年感恩节，佳恩教会素礼聚会点在佳恩主堂、新生堂、永生堂众牧者的祝福下，在素礼弟兄姐妹的期待中，在神的恩典里正式成立了。如同牙牙学语的婴孩，在短短一年时间里，主带领我们在大使命、新命令和大诫命上都有了美好的起步。2013年4月到8月，聚会点举办了刘永宁牧师布道会、Fleetwood Park 烧烤、营地聚会、Bunsen Lake 郊游等多次福音布道活动。弟兄姐妹火热服事，执行主的大使命，结出美好的福音果效。在几次受洗中，有近20位慕道友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一切感恩归给神。向左向右，谁来牵着我的手？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？看求耶稣引领我，我虽然弱，主帮助我，总是牵。神要使我们成为北素里华人得救的方舟，就亲自在8月份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属灵的家 Fleetwood International Church，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，感谢赞美归给神。聚会点弟兄姐妹来自两个不同的堂，天然的磨合是不容易的。然而，在一年共同的生活服饰里，无论是进入婚姻殿堂的喜乐，新生儿出生的兴奋，搬入新居的感恩，还是失去亲人的伤痛，是主的爱使弟兄姐妹同流泪、同喜乐、同经风雨、共见彩虹。太多爱的见证使我们紧紧相连。2013年圣诞晚会是聚会点相亲相爱、同心同道的又一恩典证明。精彩的节目、甘心的服事、福音的收获，如同大型歌舞《赞美之泉》所呈现的，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，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让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田。See you.
主最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无论是福音工作还是彼此相爱，都要深深扎根在主的爱里。2013年9月，聚会点与佳恩大家庭一起拥抱心腹意向，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，开始了灵性复兴。第一阶段，由领袖骨干组成的内在生活小组，认真操练赞美、等候神，涌现出很多因内在生活而改变生命的美好见证。之后，全教会推动 QT 查经和主日后姜牧师课程学习，提升了教会属灵的温度。第二阶段，2014年第一个主日，全聚会点在营地与耶稣立定婚约，那神圣爱的盟约使全教会与新郎耶稣进入新的灵程。接着，内在生活小组进入各细胞小组，带领全体会众追求神。教会琴与炉祷告会、清新姐妹聚会，赞美声飞扬在聚会里、家庭中，渴慕主的爱火点燃在众心腹的心里，爱耶稣的火在我们中间越烧越旺。教会各层面的服事都逐渐走向成熟，主日讲台按时分粮，喂养弟兄姐妹的灵命。主耶稣走过的十字路，我也四个生机勃勃的小组 Fraser High 小组、Guilford 小组、Fleetwood 小组、老年长青团契，覆盖北苏里华人居住的主要地区，是我们福音工作的重要基地。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，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。敬拜团队虽没有全备的乐团设备，但以心灵诚实和热情带领弟兄姐妹进入属天的敬拜。代祷团队谦卑领受神的心意，以祷告征战成为教会的遮盖。儿童教会以神的爱和智慧带领下一代，媒体、网站、后勤、招待，每一个团队、每一个岗位，弟兄姐妹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为主做出金银宝石的工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给我们的命定，那就是神不仅拣选我们成为素里华人得救的方舟，更拣选我们成为末世迎接主再来的心腹教会，为他寻找、训练和预备成熟的心腹。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神所设立的标杆直跑。让我们共同努力吧。我们感恩我们在这里成长，为着重生堂赞美主，因为神设立的是最美好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让神的爱充满在重生堂。